大爷吹牛，三十回合搞定，马炮当炮灰，不到黄河不死心。哎、我吹不行，好吧。傻。呀。起兵。请坐。出去。秦红骂。你秦红骂。喂。这炮来了，紫林炮，上边吧。这是个闲人，让你站。秦哥原始来了，哎不，哎君主播晚上好，大哥晚上好，大哥晚上好，亲友们晚上好，上上。现在可能是都是吃饭的时间，我们底下直播推播推的早。对。4:30，对，4:30。不是4:30，绝不是4:30。4:30听过了，今天听得早了是吗？就是。老铁们不知道什么时间了，老铁们你们吃饭了没有？小燕子平日有鬼人，走。你一边吃饭一边看我下棋好不好，大哥们？起兵。我是进，打我的妈一个相公，看你怎么办。吃相。哎，我已经杀了你两个了，你还一个都没吃。先去不得，被不动啊！定，来配炮，进，相不了，这个套路很小。对了，给掉，把金口方大看不清。金口还不大吗，大哥？是吗？金口不行吗？日的下棋不咋地。看了吗？是。就是。大爷厉害。绝对大爷，绝对是高手。嗯。有时间讨扰你两招啊。退却。吃掉。彩云啊，和这个4-7是把金城放大看不清。跳。中炮一响，我能进慢点。也行。没下，来我看这个进口有没有办法。没下了啊。吃掉，你的边兵我已经干掉了，来不来这个边兵就给干掉。好，这兵这个兵你又打来了吗？上马开走，上马开，下下棋的这个女人开上是简简单单的，挺挺温柔的。他是夸我，他是夸我的。夸我，这好着呢。嗯。不想你现在阴谋重重。来上。简简单单，单单纯纯，纯纯简简。来接兵，倒挂式。再接兵。好。再将。回。推炮，回来！推炮打你打你的，来打我！再炮两下，擦拳魔杖，打你！对了，
起来，这也拔掉。像什么样？喂，你杀就杀，不杀我就打掉。炮架是我的，那是你的吧？怕啥？炮架是我的。什么？进。情况。好，就是稍微一动，你好，打拼，直接打拼，我将军咋办？你像飞起的这个大象，你干掉？哦，我像飞了你也干掉，我退个士也干掉，看这个象子已经丢的。不要不要的了哦，嗯，现在是没办法了哦。说一说，你该怎么走就怎么走，是吧？不要了，杀大象，好吧。继续上马，打掉。再上马，踩个兵也行。那我这就进去了嘛，这要是进你就过来打来了，打掉还跑不掉了，先把炮给炮了。那就将军上五士，现在不进卒嘛，进卒嘛，又不出炮，会了。还是将，你跑，哎，你跑，哎，你兵，哟，这炮的老兵了，听到兵了，对，这顾其一不能顾其二，这个面包和熊掌不能，不能同时兼得，嗯，那就先把这个熊掌拿掉，上马。像吃了，哎呀，小兵吃了我的这个士，这个像，我来收拾你，干掉，干好了，嗯，直接干，毫不客气，啊，上马，统帅，将军，行。进来，再踩你兵，上，出去，上，打小兵，我进兵，进。将军，你降了？嗯，降，远远的，跑得远远的，别跑。定个炮，
打火机呢。嗯。那破胶是我的，你用不上。你别就你的嘛，我也能打嘛。我关键不借。进去洗了，谁看？我在那个店烤，店烤架。是把你给干了。我这个兵呢，吃这个兵。这叫本领不坏。就是，日子相信吧。挺好。这叫爷子嘛，不跑为什么？喂。看看谁能跑，不跑那人意识。跟你像，马后炮。你的进去快再快前你跑快上吗？吃一个吧，吃了，好了，这就吃了，骂他一浆，骂他刮脚。哎呀，我给自己的面子，我就可以抱回家去。行，想干啥？
来，请举手的。进来。老将出来。回来。别吃了，别浪费时间了。将军。你上。我妈他们都一动没出去，江西一去上，不回家，家回家，解决。上。你上马或者你老虎吧。对。我给说。老虎。嗯。上。来进去。进。将老帅，好好，帅就上了，快点，三楼，哎，好，河里兜兜转转，不像，进来。回嘛也不能动，你只能站着做。感谢赵，感谢赵送的礼物。非常感谢啊！热情的老铁们辛苦了，给主播点个红心，好吗？正的眼光，不老姜，先点个关注。不行，我的老大炮也占领老姜的位置。
上吧，开上。开啥开？开箱。开箱了，你打呢？能看上吗？我只参与打，怎么样？打不上。哎，我看着了，你个这。行。最快回家。喂。妈，那你就电妈妈，哎，家中电妈妈，这能电吗？啥都不是，电就电吧，有的什么吧，不怕吗？吃了，妈给干掉了，你怎么着？说了。现在回归自然，一个往后跑啥都不是，你怎么跑还来得及？你信还是不信？信。还是来得及的，就这么好做。来，连上，你怎么样？这怎么？你是对，不对？哦。我就不对，我就一家亲对就完了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单马空降。嗯，一家亲这也行。上去，这就打不了，怎么弄？开始。现在你输了，大哥。将军，一下子进不来。一下来能咋的？是的吧？你没办法，你没办法。一家听证，走一步这个就行了。听证了、嗯？哎呦，我上不去。交吧。来。认输了，你还走？哎呀，不得黄哥不死心啊！这件事。下来啊！不下来就走。上。